开来啦，开来啦，搞掂波人啊，睇得个，听到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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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号画面有冇问题啊？啊？听到吗 ？OK 啊 ？OK 啊？信号画面都冇问题啊嘛？呀，点睇恐惧斗失八？可唔可以剧透下？我未睇点。点样剧透啊？恐惧斗室八嗰个 poster 就系有一个即梳不过块面咧裂晒干晒，有个面具咁咯。今集边个做导演啊 ？James Wan 啊，定边个系咪温子仁做翻导演啊？你知唔知吓？呢个我就唔肯定。我先睇睇呢一个先啊！嗱，好白痴！我寻日咧就话俾你听啊，呢歌系害人不浅。我明明次次识晒啲歌，佢又唔知做咩事同我又开，唔知做乜。每次开，你知唔知开啲歌好鬼麻烦，好白痴！即系佢屈你，佢屈你话咩？你点我点解你会有呢啲歌啊？歌手俾你啊，喺度屈你吓、啊。所以寻日嗰个重播咧，你系会见到系有头三分钟系静咗音，又有啲打靶歌，冇人想听啊！话俾你听，大佬明明识咗啊，跟住成日我系有呢个笔，我要回报俾 EA 听，我会同佢报告啊，黐线。跟住又会被迫害，被 YouTube 迫害。佢又话，就算你整到咧，我话俾你，你嗰个系我听翻咧，就系蚊子咁细声，就好似有个人喺度，有只只你念念先，系仲细过呢一个十倍咁样。跟住我系讲紧嘢嘛，但系佢喺后边好细声咁样站住，佢喺度屈你。佢迫害你，好似谢文武一样，俾人屈之后又静咗你头三分钟音咁样，吓咩问好问好问好系啊，就系咁细声，你都听唔到噏乜嘅时候，佢就系照样话系你唔知咩播歌啊，或者点点点点。啊！你而家开头三分钟唱翻落去遮住佢冇用啊，佢系用嗰啲唔知电子人哋嗰啲。鬼佬嘢啊，定点样个扫描你嗰啲声音频谱，定点样？跟住个电脑嘅乱咁屈，我有佢好唔人性化咯，佢唔会理解到呢啲事情啊，吓、啊？你知唔知啊？咩一定系西维 YouTube 鬼婆 ，YouTube 好衰啊，衰人正衰仔啊，我最憎 YouTube。喂，你妈鬼佬成样鬼子成迫害我，喺边啲啦？喺边啲啊？一啲啲啊 ，Twitch 都系鬼佬嘅 ，Twitch 都还好，都对我待我不薄啊！哎，一啲啲鬼佬啦，吓、啊、EA 都待我不薄啊，次次都俾啲靓酒店啊，剩啊，拉我四围飞啊，啱唔啱？又系咩啊？咩咩？有人话叫我配翻头三分钟啊，冇意思啊，大佬点记得啊，大佬啊，背书啊，我可以背咯、啊。呢两个钟头，不如成条片佢瞄咗我音，我可以背翻。哇，好劲啊！呢、這个时候配黐线咩，大佬啊，冇可能啊！鬼佬系流拉啊，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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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侦测到微弱嘅色，有人话咩 Twitch 之前 ban 过我啊，或者点啊，系啊，都系有啊，但系佢而家改邪归正咯，系有又可能曾经入咗 dark side 嘅，而家好翻啦。曾经一度入咗 dark side 之后，就发现自己个啊过失，误以往之不鉴，知来者之我罪啊！嘛，你有冇记得归去来迟？陶渊明讲：哎呀，我知道以前啫，大错特错啦，我错了。但系佢话未来咧，仲有好多时间嘅，仲可以再追做咩事啊？啱嘛？啊？咩俾少少利益你啊？改晒口呢啲叫日久见人心，就唔系俾少少利益你啊？改晒口，此言差矣。
痴言差异，痴言差异。我话俾你听，呢啲系叫日久见人心，相处得耐咧，你就知道咧边啲系好，边啲系坏，系嘛？啊，边啲真正对你好咧，就你相处耐啲啊，见到嘅。好似你结婚咁样，唔系或者你拍拖，你可能未，即系一开头你未拍拖之前咧，唔知嘅。跟住识耐咗先知，咦，好似几好喎、啊，或者点点点点点，系嘛？又话啱啱又话咩？校规系咪凌驾基本法啊？校规咧系咪凌驾基本法咧？嗱，就嗰、那个就系咁嘅。校规有冇办法罚你钱啊？即系你留班，我会唔会话我哋学校爆粗，佢可以记你缺点，但系缺点系对你人生系冇影响噶，系咪？你可以话学校佢有个规矩，系好似员工守则咁，俾 warning letter 你系冇违凌驾基本法噶嘛，系咪？咁啊，呢啲系正常嘅，因为每间公司你当好似一个每个体制入边咧都有佢自己嘅方法嘅。啊哈！我知道你对呢样嘢好好奇，咁好似例如话你哦长头发，咁佢最多都系罚你记缺点，佢冇可唔可以罚你钱呢？呢个世界咧，只有政府咧就先至可以合理咁罚人钱或者征收人哋征收啊，征收一啲费用嘅，即系唔系讲紧交易，系征收。政府系可以系无条件咁问你攞钱噶嘛，你只要翻工，你就要俾税系嘛？咁呢啲情况下咧，先至系涉及法律嗰个层面嘅。咁你就咁话哦，法律校规咧，你爆粗啊，记你缺点啊，记够几个踢佢出校啊，呢啲咧就唔系话零噶，佢冇零，佢同个法律系冇冲突嘅，因为佢就系嘛，佢系佢自己嗰个学校嗰个体制系咁。所以咧，你就唔可以咁样嘅，即系同落地铁嗰啲嘢系两个。校学校有冇话唔俾你饮啊？有冇黐线到话唔俾你饮水啊？有冇啊？吓、啊、佢都。佢最多，我而家好多学校都变通好多啦。以前就话咩小息先饮啊，去到中四五你自己摆支水樽喺台面啊，都唔会怪你啦，都唔会喺度嘈，即系大个仔。佢嗰个系主要都系俾即系好人性化咁执法啦，都唔会有呢啲咁黐线啦。会唔会话唔俾你食嘢，唔俾你饮水啊？都唔会有呢啲咁黐线嘅嘢啦。学校系嘛，系咪先？所以就系有呢啲咁样啦、啊，哇、啊！所以你又唔可以咁样比较，即系你想嗰度，你想拉埋学校规落水啊？校规系咪凌驾基本法咧？就佢啊冇，因为严格嚟讲，佢嗰啲惩罚啊，就冇涉及到你人生啊，或者你啊财产，所以咧就唔可以话系严凌驾到基本法咁样咯，啊，好、啊，又话咩言论自由？言论自由，学校有咩唔俾你讲啊？系嘛？你有咩系唔俾你讲啫？学校系嘛？都冇啦，都冇话咩，而且都冇话咩唔俾你讲，最多话咩上堂时唔好讲嘢。喂，呢啲又呢啲使咩？呢啲都唔系正常人都知道上堂唔应该讲嘢啦，系嘛？嘈到其他人稍为有啲良知，都自己唔使立呢条例，都应该知道自己要遵守呢样嘢啦，阿爸呢个又唔系话咩言论自由，言论自由系话咩唔俾你讲某啲嘢啊，咁啊叫做言论自由，呢就系咁样啦。但系你话喂大佬啊，好似如果你喺当街当行系咁对住条友个爆粗咁，你又话言论自由啊，啲黐线嘅。喂，我哋即系你自己要睇场合讲嘢啦，大佬咁样对住下下，你讲紧系你最好。我上次讲嘅例子就系、是，哦，如果你闹自己，啊，你喺地铁度讲嗨嗨啦，我唔记得带嘢，咁地铁就罚你钱，系嘛？因为佢嗰个附例话讲喺车厢爆粗啊，罚钱。啊，诶、哎，学校就唔会因为咁样罚你钱嘅。系嘛，系嘛，呢样嘢就唔会，最多都系咩记你缺点啊，话做咩讲粗口唔应该，粗言秽语点点点，咁佢都系出基于一个咩出发点啊，都为你好啊，即系费事你细细个已经粗口烂舌喺学校，啊大个咧就改唔到，搣唔甩，啊都系为你着想嘅出发点。啊，咁啊，地铁嗰个纯粹咧就系、是、好明显就系、是、即系攞钱啦、啊，大佬，系嘛，吓、啊，好、啊。
啊，点解唔俾玩电话都讲得出，都问得出啊？上堂俾你读书定玩电话啊？玩电话翻屋企大把时间玩啦、啊。咩咁样都好问啊？咩叫点解唔俾你玩电话？想读书定啊？想啊？啊！翻落听老师讲讲课，定系呢一个玩电话啊，大佬啱唔啱啊？吓、啊，所以就根本唔系咩啊？地铁系为乘客好，为乘客好，俾我饮水啊，为我好啊，系啊，好啊，讲得出就应该俾我饮水啦、啊，饮水害咗你啲咩？你讲一句，饮水害咗你啲咩吓？饮、啊、水害咗害咗咩？地铁蚀咗几多钱啊？啊！解释俾我听啦，饮水点样？全世界冇喺英国，我去过咁多地方，英国、德国、日本、美国，全部交通工具都俾你饮水，系得地铁冇，系得地铁。苏花听过就系唔得地铁唔俾饮水都唔俾饮，咁黐线啊！好嚟啦，点样唔俾一个人饮水系点样为我好啊？训减肥啊，帮我力石切啊，吓、啊！好靓啊！轻轻松松入一球，吓、啊、力石切啊，帮我减肥啊！即系想惊我喺沙漠咧，即系训练咗，万一我流落喺沙漠咧，就冇水饮啊！练定先，练落陀神功啊！啊，点样唔饮水系对我好啊？医生都有话啦，咩一日饮七杯水，唔饮水啊对身体唔好啦，啊，系嘛？有咩？所以你而家讲唔到咩叫地铁为你好？笑大人个口啦！你咪为我好啊！唔好讲呢啲嘢，听到啊毛管冻啊，呕心啊！即刻讲啦，扮咩啊？你咪为我好啊，大佬！好，靓啊！呢下接得靓，我回一回俾龙先啊！啊，啊咩饮水会加速细胞死亡嘅慈善，咁你唔好饮水咯，你成世唔好饮水，叫地铁啲职员嗰啲波板糖自己都袋住支水樽啦、啊，仲好意思讲话点解你饮得，我又唔饮得啊？我话咩？我试过有一次饮水就系啲波板糖叫我唔好饮，跟住佢自己就袋住支水喺度得闲啊饮下，每下每下，跟住佢自己又饮得。啊！你饮得我又唔饮得啊？嗰咩啊？即系又系嗰啲分入地，即系全香港分两种人类，一种系地铁职员，一种系普通市民。啊！就系、是、又系好似嗰啲咩啊？元朝咩分四等人，第一就蒙古人啊，咩第二色目人，第三啊北人，第四啊南人。呢啲咁黐线嘅制度啊！我、哦。仲癫过咩封建社会？我话俾你听啊，罗马啲咩奴隶都俾你饮水啊，黐孖筋哦，可惜啊！啊黑奴啊，嗰个讲黑奴年代，黑奴都尚且有水饮，香港你做市民搭个车都唔俾饮水，系咪黐线啊？啊？你点睇啊？咩背错咗啊？边有背错啊？第一咪蒙古人，第二色目人，第三咪就系北人，咪即系汉人咯，就系北方嗰啲汉人。第四咪南方人啊，因为南方人有南宋搞到佢一段时间个最憎广，可能啲广东佬啊，成日好憎呢啲啊，外族翻鬼佬，外族个最憎。你睇广东话到而家坚守广东话阵营，你就知啊，广东佬啊最憎呢啲啊。又系咩搭车就搭车啦，唔俾咩港铁起嚟俾个地方你饮水喂，饮水系生理需要喎，呢、這个你唔得讲唔通喎，你喺度同我搏呢啲喂。饮水啊，好似之前都有人讲过啦，食药唔使饮水啊，想人哋啃死啊，人哋食药有啲人一定要用水吞服。喂，呢啲系生理需要喎、啊，咩叫搭车就咩起嚟俾你搭车啊？咁起嚟俾我搭车，你唔好起嗰啲楼啦，你上面起咩楼啫？地铁就系啊，咁啊一齐咯，好啊，一齐揸正嚟做好啊，好啊，好啊，你上面咪唔好起楼咯，你唔好起商场啦，你起间七仔把鬼啊！你卖啲水系你自己叫引人买喎，你租俾七仔，你黐线啊！
咁你起嚟把鬼啊？你开啊，即系你系特登放蛇啊？啊，咁你有你心态有问题喎、啊？如果系咁嘅话，你系精神病。啊、你自己 又搞咁多嘢，你话咩地铁起嚟俾我，俾我系做交通工具好啊？揸住嚟做咯，仲好添，你 cut 鬼晒佢咯，你 cut 埋广告版，唔应该有广告睇、啊，大佬啱唔啱啊？啊，专心搭车啊，好啊，好冇所谓啊，咁你咪咩咯？你又专心，你唔好服务，又唔好迟到，又唔好坏车。好啊，买下专心提高交通质素，好啊，可以啊，好啊，非常乐意成交，同你对等交易咯，好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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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嚟啦，你又上去，你阿咩？咩啱我啱啊啱啊啱啱你又搏，你有精神分裂，啱啱又喺度话，啱啱又反驳我，跟住而家又话啱啊啱啊啱啊。即系点啊，大佬？你哋个立场究竟系一时一样？你哋点样参加辩论比赛啊？好，嚟啊！好嚟啊！俾佢上去，再踩落去靓波噶啦！呢下再弹上去，好快迪基亚！哇！呢下有机会啦，轻轻松松啦，二比零。咩冷静啲？我好冷静，我不嬲讲，我啲凡系评论呢啲，我啊同诸葛亮一样，从不即系从不咧就会咩暴躁啊，啲激到咩黄狼嗰啲啊，俾我激到呕血嘅，你好啊唔会，我就喺笑笑口，诸葛亮就永远喺度拨那线。辩论的时候就拨那线，都已经松松咁啊，已经系辩论赢嘅，我系仲劲过古美梅啊！你点睇？又系咩恶到想打人？几时有啊？次次屈得噶屈啦，啱唔啱？吓、啊，好嚟啦！所以我咪话咯，你地铁佢啲地铁嗰个咩饮水嗰条条例咁啊，次次你饮水咁，你自己做咩俾七仔？你做咩租俾七仔先？嗰、那个居心系咩有咩作用？你又预咗啦，大佬，你唔系下个预咗人吓？啊你学校摆得小食部都会预咗学校系会有人食嘢啦，系嘛嘛，又买嘢食，你摆咗间小食部啊，同人哋讲嗱，学校咧就唔准，其实唔食得嘢嘅咁样啊，你黐线，根本就冇啊，你系引人犯罪，呢啲系黐孖筋咯，好十大不该啊。系啊，仲离谱啊！咩香有人话咩香港站有大家乐啊？系啊，系啊，系啊，啊即系成有啲买埋鸡髀饭啊，嗰啲咁样啊，系啊，系啊，啊仲有问题，啊，又小食部啊，系咪俾你上堂食嘢冇喎？冇喎，但系而家你可以系一个限定时间，而家地铁有冇系咪有段时段早餐时段俾你食早餐啊？午饭时段系咪俾你食午饭啊？系嘛？你可以喺课室食噶，有咩问题啊？系得噶，我以前都系学我课即系放饭嘅时候都系课室食午饭噶，有咩问题啊？系得噶，啊？你喺边度食噶？你吓？你喺学校系咪喺学校？你喺学校买串鱼蛋系咪喺学校食噶？定系你要行出去校门？我系买咗喺市剧店买咗串鱼蛋同牛丸三蛋牛字。哎，而家落行出楼，喂，我同学仔，我哋系时候出校门食嘢啦。跟住就拎晒成兜饭啊，蛋牛字鱼蛋咧就行出去嗰、那个吓、啊、学校门口。啲老师即刻捉你啦！做咩逃学啊？做咩走啊？黐线呀你！啊，你同佢讲，哇，我要拎出学校食啊！跟住佢话傻啊你！我话喺学校食啦，梗系呢个大把台凳，你做咩啊？我话同学系咪发烧啊？烧亲啊？咪有咩事啊？定系逃学啊？即刻咁样喺度审问你啦，大佬啱唔啱啊？而家系讲紧个地点啊，唔系个时间。系讲紧你话上堂时候食嘢系嗰个 timing， 你时间唔啱，但系地点系冇唔啱嘅，你必须要搞清楚个论点啊，知唔知啊？有。
有咩月台同车厢先唔食得？你喺七仔入边照食，七仔点食啊？七仔有啊，有鬼有啦，坐有剩啊！啲黐线啊！七仔都唔如你逗留啦，地铁啲七仔逗润咁细，你喺度阻住人哋做生意，系嘛？啱唔啱啊，大佬？你话有间餐厅之旅又话啫，大佬啊！同埋你都话讲唔通，饮水都唔俾饮啊！你食嘢都算啦，饮水都唔俾人饮啊，有问题啦！有啊，饮水得罪咗你啲咩啊？你只要解释到一句饮水得罪咗你啲咩啊？佢系当全香港市民有九成弱智系定帕金逊系会一路饮咧，嗰啲手腾腾腾震咧，震到成地都系濑尿咁嘅款水浸，先至有可能话，哎，由于我哋。有个哇死仔包，吓、啊、有个普查发现咧，全香港市民咧有手震嗰个问题啊，九成嘅市民咧有帕金逊症啊，手震、中风定点样啊？中风嗰啲咩创伤后遗症啊？跟住咧就震到成地都系水咧，又唔系几好。哇！咁啊冇计啦，咁啊禁止啦，费事啊淋湿地面咧都话情有可原，否则你根本讲唔通呢样嘢。唉，可惜啊！哦，系啊，又话咩地铁嗰啲列车系会错嘅，日本啲列车系吓，咁、啊、即系你有问题啦。日本啲列车唔错，咁点解你会错啊？你系咪想咁讲啊？家家到到地方嘅列车都错噶啦，系咪错到咁样啊，大佬？错到过山车啊，饮水都饮唔到，系嘛？哦。靓波啊！啊，港铁附例有冇话咩唔准唔俾倒啲水落地？唔知喎，你问港铁咯。你意思买樽水倒落地啊？可唔可以告你啊？应该唔得，唔知喎呢啲啊。呀，揸得差先错系啊，好似你揸车巴士咧，良好嘅巴士司机咧就唔会错嘅。差下啲巴士司機咧，你坐一程都想嘔啊，係咁挫下挫下挫下，係嘛？係啊，港鐵月台都唔俾你飲水啊，入閘後啊唔俾你飲啊，係啊係啊，結界嚟啊，都話嗰個係一個角度。總之又係咁樣啦，呢樣嘢唔使講嘅，有問題嘅嘢就係有問題，你點樣萬詞莫辯啊？你點辯都辯唔贏啊！知唔知？又系咪放杯水先炸啊？你咪放喺司机室嗰度咯，你俾好似托海咁样，摆樽豆腐定摆樽水喺度啊？你话喺滴一滴，你又犯咗港铁附例啊？你又罚5000蚊啊？你又喺度攞监视器监视住佢啊？可唔可以含住啖水唔吞咁样就唔叫饮啊？掠翻落个樽，我唔知喎、啊。你如果有人咁样饮水捉你嘅时候，你掠翻落去咯，咁咪你啊可能就冇事吓、啊。你话我攞口啊，唔得啊吓，吹啊咁，咯咁样咯，之后掠翻出嚟咯，啊你话唔俾有冇话唔俾攞口啊？你话地铁附例，你咁样讲咯，吓、啊、吓。啊饮口水又点计啊？话唔知啊，啊又话咩好串？唔知你问啊？我话咩饮口水咧？全世界边度犯法咧？中东咧就有一个叫斋戒月 Ramadan 咧就系咩日子咧？咁成个月份咧就日出之后你就唔准食嘢兼饮水，嗰、那个就为之斋戒月。咁咧就如果你喺度如果咧我老师同我讲过啊，有啲人咧就储埋一大督口水咁，一嘢吞落去就会觉得有少少解渴嘅感觉咁样啦。佢话咁样都系唔得嘅，同埋游客去咧，如果你有啲地方严谨嘅中东地区咧，你喺公众场所饮都唔系几好，你都系匿埋缩埋一二角偷饮啊，先至可以啊，吓。你知唔知道？啊！咩好核突啊！
黐線，咁人哋係咁啊，即係做佢係話唔可以咁樣做咯。呢一樣嘢就係啊啱啊，核突，所以佢都唔俾你咁做，係唔可以咁樣做啊。可惜啊，俾人啊困低啊。啊！不過你正常你即係呢啲，佢唔知係邊啲告，我唔記得係有專人負責拉啊，學校會有啲風紀啊定乜鬼嘢嗰啲咁樣。點解我唔知佢點樣睇人哋係咪大吞大篤口水啦？我話唔知道啦，我話見到你嗰喉嚨喉屈喐嘅幅度勁大咁啊，就照樣拉你定點樣咯？啊！咩？啲七仔啊，報警版嚟，根本唔預你買嘢幫襯，黐線！咁七仔執得啦。咁啊，咁啊，講下啲新聞先啦。咁咧，今日有單新聞咧，就係特首啊林鄭月娥咧就上咗嘢。因为电视节目啊，电视节目系讲啲咩咧？就讲楼价问题。咁咧，林郑咧就表示啊，林郑月娥咧就表示咧，就上年咧曾经系想买楼，佢啊慨叹啊，佢上呢个电视节目就慨叹咩咧？就系佢话香港啲楼真系贵咯，佢话慨叹咧楼价非常之昂贵。哇！咁啊，大家就话哇，林郑你都觉得贵啊？咁啊，大家知道啦，特首嘅人工咧就都几可观嘅咁样。咁啊，就喺度好奇一问，喂，你话嫌贵系买紧啲咩屋啊？咁佢就话咧系买一个三房嘅屋。咁佢话咧慨叹咧都只能够咧买新界区，即系佢就买唔到市区。即係香港島啊，或者九龍啦、啊，因為好多政府部門都喺港島嘅，咁啊佢就慨嘆，唉貴咯，林鄭月娥都慨嘆樓價太貴，只能夠買一個三房，同埋而且要新界區，咁啊於是咧，啲人再問啦，嗰啲節目嗰啲主持又問啦，哦，咁啊請問啊特首你嗰、那個你想買嗰間屋係幾錢，可唔可以透露下咧？佢就話大約1500萬，1500萬。新界嘅三房楼啊 ，apartment 啊，佢好似咁讲啊，一间单位，跟住咧佢就话，即系就买唔起咯。佢话咧本身谂住攞晒成个退休金咧就买嚟养老之类，点点点。最后咧就即系见到咁样咧，再加上佢话咩有啲事情发生咧，咁佢又将买楼嘅嘢搁置，你点睇啊？咁林郑都买唔到楼，我哋点买啊，大佬啊，哇，特首！天大的諷刺、啊、一個地方的、啊、元首、啊、一個地方的元首都買不到樓，跟住就即係市民係又點樣可能買到呢？呢、這個就聽起上嚟，我就覺得是極大的諷刺，天大的笑話、啊、你哋點睇啊？好嚟啦，俾唔俾到上去啊？我識啊。你知唔知我數碼港嗰啲樓幾錢啊？我有睇過，經過咧，即係我有做嘢經過數碼港，跟住睇嗰個地產鋪啊，你啲數碼港嗰啲樓附近嗰啲樓啊，嗰啲咩貝沙灣啊個頭啦，總之就係嗰度有啲地產嗰度，唔係數碼港，因為數碼港係嗰啲商業用啊，即係政府攞嚟租俾人啊，定點點點，即係數碼港附近嗰啲住宅，你知唔知係講緊幾多錢啊？啊咩贝沙湾啊乜鬼嘢，我行过嗰啲地产铺睇过啊，跟住有个人认得我，佢问喂大哥系咪嚟买楼啊，之后我话黐线啦，我话点解你唔入嚟睇睇啊，可以介绍翻我啊，我即刻撒手零头，唔好啦唔好啦，冇可能嘅。你知啊，讲紧嗰度啲楼系讲紧几钱啊？用咩做单位？你知唔知啊？系攞亿嘅做单位，唔知一亿几多几多，唔记得几多尺咯。即系反正我见到个亿字，个心肝都跳咗出嚟啊！吓，我谂系咪睇错啊？一亿哇，一栋楼一亿啊，系咪癫啊？一笪地都话一个单位啊，系一个单位咧就系一亿嘅。啊！我記得好似係一億，我唔知有冇記錯啦。總之嗰個單位係嚇死你嘅，定係至少係幾千萬到億咁上下，黐孖筋。我唔記得有冇一億咯，但係我諗嗰個單位可能
坐底是我想五六千万起码我当时是吓到个数是哇哇跟住佢就系佢就话咩得闲你有需要揾佢啦，俾卡片我啊！我好老实讲话，真系冇可能呢世都冇呢个需要，我呢世都买唔起啊！唔好意思，啊可能真系呢世都冇咁嘅需要啦吓、啊，我就咁样同佢讲吓，你点睇？好、啊，系啊，又话一等于好少达潮币啊，系啊系啊，但我唔会咁样啊。啊！你上网查下喂，你查下贝沙湾啊！你睇下即系数码港附近啲楼，你帮我查下系咪我？你睇下我有冇记错，系咪一亿咁黐线啊？你可唔可以帮我查下？即系可能系真系得城仔嗰啲嗰种级数先买得起，但系嗰度都啲大厦都几多啊？呀咩？你行下你收亲都几惊笑啊！啊！点解唔够啊？系嘛？啊！我费事攞啊！我费事搞到呢度通货嗰啲咩贬值啊！我一下扫冧落去，或者仲大镬啊！啊！贝沙湾全栋十亿成交啊，冇一亿九千万啫，咁咪差唔多咯，系嘛？都话啦，系咪千万斤啊？都话啲你哋呢啲系我哋永远接触唔到嗰啲世界。又话唔知咩发哥买咩周润发先买得起嘅咩一掉啊掉落去，我依稀记得系一亿嘅，我应该冇记错，有啲系一亿啦，我唔肯定有冇啲再多啲或者点，我记得系差唔多吓。咩、啊、小心个地产佬听我讲嘢，我又冇话佢都好好态度好礼貌，但我只系话我买唔起。我只系话我买唔起啊！一亿嘅楼有咩问？即系个香港嗰个物价就系癫到咁，就唔关我地产佬事喎。即系地产佬系做中介，唔系佢定嘅，即系市场啊，系个市场决定系嘛，唔关事。贝沙湾月租四五万啫，系嘛吓？呀咩真心高层都系四千万冇一亿，但啱啱又有人话咩一亿嘅，咩发哥掉咗咩九千万咩啊？好嚟啊！咁我唔知啊，呢个就可能有啲有啲冇咯。我记得我嘅记忆系可能唔肯定啦，因为年代都过一段时间之前睇噶啦，呀贝沙湾四期咩南座九层咩1.98亿啊1.98亿啊九座高层 A 室1.68亿即系啦即系有系咯嗱就系、是、有单位系有啲即系某啲单位系1.68亿喎即系近两亿嘢喎系嘛两亿系几啊几大啊几多尺啊好啊讲下啊。可能讲下系几多尺啊？一亿系建筑面积5000尺啊，有咁大咩？香港地有啲大厦5000尺咁劲吓，鬼佬啲 house 都唔知有冇5000尺喎、啊，有冇啊？吓、啊，2000尺定咩？又话黐鬼线咋系嘛？系啊，我哋做成世都冇呢个钱，你。咩不吃不喝啲人咪话咩不吃不喝买到咩？如果你不咩储钱储几多年够买楼啊？你不吃不喝一世你都买唔到呢啲啊！你听到都唔信啦系嘛？一开头你都唔一开头你以为我喺度吹，你喺度吹水啊又啊？但系我咧咪乱嗨大咗乱噏24啊！黐线！一亿喎、啊，咁样而家就嗱，话俾你，香港嘅楼就系讲紧豪啲豪宅已经系黐线到讲紧系啊，用亿嚟计，而且系大厦、啊，唔系个 house， 唔系平，即系一间独立屋，唔系嗰啲咩平房、包花园、乜洋房之类，系讲紧一个单位 apartment 啊，就好似特首所讲。因为 apartment 咧就已经系讲紧去到咁样啦，
呢啲系连特首都住唔到噶啦，特首都买唔起啊！特首话佢千五万都买唔到，吓咁啊！香港有咩？香港特首买唔到楼，我哋更加唔敢买啦，系嘛？普通小市民，哇！人哋话喂大胆，特首都买唔到你买楼，吓你系咪黐线？我诶识唔识分啊？奖啊尊卑，吓、啊、特首都未有楼买到，你买楼系嘛？好，领唔领到？所以香港咧就真系黐孖筋，讲真，即系楼价去到呢个咁嘅程度咧，系的确系好好可怕咯。呀，咩司长就有四百万月薪啫，都买唔到楼，哇！咁又话四百万月又真系话，你话买唔到楼又真系讲唔过去喎，大佬点会啊？储你储一个月。都四百万咁咪储，你话啱啱嗰栋楼千五万，咁你又你当你一个月即系悭悭地咁使啦，使一百万啦，当多多啲消费啦，四百万使一百万，咁你储月储三百万 ，OK？ 月储三百万，哇，五个月就买到咯、啊，大佬，你话买唔到又真系讲唔通喎、啊，呢一样嘢啊，一年薪年薪四百万，喂，年薪四百万都供到啦，系嘛，大佬，我哋供，你知唔知我哋讲紧一般市民供楼系讲紧几多十年嚟计啊？讲紧供四十年，咩野原广志都话咩贷款仲有卅年要供，佢一年有四百万啊！我当好啦，又系嗰句啦，咁啊用一半好未？用二百万啊，又多啲消费，用二百万吓。日日都已经食好住好啦，可能都日日瞓酒店都已经二百万啦，使够啊！攞燕窝朗口啊，鱼翅朗口啊，就瞓酒店总统套房啊，日日锯扒，一系又食鲍鱼，吓、啊、即系咁样嘅生活啦。咁一年大概使二百万啦，之后去几次旅行，马尔代夫乜乜乜，咁啊剩二百万，咁都系讲紧话供七年。七年到咁啊，咁啊，公寓系嘛，同埋银行啊，肯定俾个好嘅利息你啦，大佬啊，喂喂，我话我系你好啊，佢话打去汇丰，我系特首林郑月娥，打个比喻咁讲啊，好唔好？我话我想买楼做个按揭嘅，点有冇安排？帮我安排下，你即刻识做啦，系嘛，系嘛。呀！特首讲呢句就已经黐线。如果美国总统话自己年薪买唔到楼啊，暴动都似啊，系啊系啊，所以我都觉得系好讽刺嘅事情。啊吓、啊啊啊！好嚟啦，咩识做 ICAC 林郑冇？我冇话佢要提供咩特别服务喎、啊，咁人哋自己识安排俾佢啫嘛。最人哋银行自然会用最好嘅服务态度系应。佢系依照佢自己公事做喎，我冇话人哋话咩咩咩特事特办冇喎，人哋只不过可能俾多啲资讯佢，嗱你又可以咁样做，嗱呢一只咧就点点点，帮佢分析就话嗱咁样就最抵啦，啊特首咧你嘅人工系几多几多，帮你咁样计扣扣扣，啊咁样工法咧就最多最正噶啦，咁样咁已经好够啦，平时小市民啊。你鬼得你啊！可能銀行都嫌你錢少，人哋一人哋呢一個唔知咩投資，講緊又係抌緊幾億咩買基金喎？咩事啊？乜乜乜啊？係咪先？系啊，系啊，呢下搓落去可惜啊，又俾人攔到啊！呀，特朗普年薪系几多？我记得佢有应承过话咩一蚊美金啊，好似话系嘛？佢嗰阵时话当选就声称话咩一蚊美金定咩咁，我唔知啊。呢个佢系咪实收啊？系啊，你有人讲过话咩？美国嗰啲仲人工系低过香港嗰啲官噶，系啊，咪话咯。之前我好耐全部官。全世界啊，应该咁讲啊，都香港地啊最高官啊，我之前都有讲过啦，香港地有啲官佢仲高啊，中唔好讲啊美国，肯定中央啊，
哇！我知道成日话好大胆。喂，我话你知唔知道？我话国家领导人习近平系代紧几多钱人工？之后跟住嗰啲可能嗰啲立法会议员啊，或者嗰啲乜乜局长讲紧啊，我唔知道啊，我谂多我一两倍啊，之后即刻大镬！我话俾你，原来就系我哋嗰啲咩局长啊，攞紧习近平嗰啲唔知道十倍人工都未定吓。咩天大嘅胆子啊，系啊，个斗粮嗰啲啊，天大胆子啊，又系唔分尊卑喂，人哋领导一个国家都冇，都唔够胆代几球嘢。我话你哋好意思代几球嘢，我话国家大定系一个地方大，自己计翻数，大胆。吓，我话你有冇见过九品芝麻官啊？我系大个。吓、啊，大个皇帝嘅，你可唔可以讲呢啲？你有冇见过啊？九品芝麻官俸禄一个月咧就系、是、吓、啊、10亿两，跟住咩皇帝咧吓、啊，皇帝咧就系、是、最多每个月嗰啲零用钱啊咩10两咁样，你啊离谱啊！你话有冇可能做？你话有冇可能咁样啊？冇大冇细吓，净贺体统啊呢啲，咁唔得啦，大佬啱唔啱？啊，好嚟啦，我识噶。所以就系呢啲啊，有呢啲嘅问题咯。咁总而言之咧，就林郑讲完呢个新闻之后，就好多人吃惊啦。即系听到话咩买唔到楼啊，成啊，即系个人就话黐线，即系香港啲楼价癫癫地。即系咩林郑要住新界楼啊，或者点点点咁咧？跟住咧就亦都有啲延伸嘅新闻咧，就话咧原来香港嘅租金啊，即系就话咧已经系全球咧第五贵。佢话咧同边个地区睇齐咧？就系、是、巴黎啊，法国嘅巴黎啊。咁啊，你啊知道几黐线啦？因为巴黎咧其实系一个国家嘅首都，系咪？一个国家嘅首都，咁啊，同埋法国嘅人口又多啲啦，啱唔啱啊？咁啊，即系你同埋一个国家嘅首都，佢贵都系正常。香港系咪首都啊？梗系唔系啦，都系一个城市仔。咁啊，但系咧就可以去到全球第五咧，就系黐线嘅。咁啊 ，number one 系边个咧？就美国嘅曼克顿啊，即系一个都系金融城市啊。之后好似系伦敦。跟住好似係瑞士，之後第四唔記得咯，跟住第五就係、是、巴黎同香港啊，咁樣就係好黐線嘅。咁咧，但係咧就租金貴啦，但係咧亦都有講到話係租唔到啲，即係嗰啲面積亦都係極細嘅，即係可能同樣嘅租金，即係人哋平均講緊話哦，喺巴黎租間屋嘅大概幾錢啦、啊？我唔記得實際數字啊，但係佢話香港地總之租出嚟嗰個單位面積咧都係勁細嘅跟住好似最平就係話咩土耳其中東佬嗰啲地方嘅租金啊最平啊，你點睇？有人话习近平如果嚟坐地铁饮水会点样？你问地铁咯，我点知啊？你问地铁咯。如果习近平喺地铁口渴，喂，你问佢可唔可以饮？佢话问下地铁啲职员先啦，我帮你答咯。问下你嗰啲波板糖先，问一问国家领导人都要问一问，问一问啊，我饮唔饮得？可以喝水。哇！習近平就喺度話：請問佢要喝水嗎？咁樣講，之後嗰陣個地鐵職員搖搖頭啊 ，no 啊，你點睇？所以咧，我都唔知喎呢一樣嘢啊。咩？請注意我嘅言論，我冇，我好尊敬國家領導人，我有咩？我但我就唔知道地鐵俾唔俾。啊、我就有一个怀疑、啊、我好担心，我惊习，我惊国家领导人冇得饮水喝亲啊，喝亲个即系国家领导人，即系嗰、那个吓、啊，即系佢嗰个身体咁重要，咁啊唔系几好啦，系嘛啊？又话可以俾罚款。
可以啊，你咪够胆咪问啊，系啊啦，周建平呢个佛词啫，佢话佢话我会俾 我会俾翻张佛单嚟，问你地址系咩？周建平寄去咩天安门？我话张账单系寄去天安门定你府上啊？笑黐孖筋啊！可以啊，寄去中南海系啊系啊啊！黐线，问下咯，你问下咯，你先你去好奇问下地铁啊。习近平嘅人工系几多啊？有冇人知道？可唔可以讲下啊？习近平嘅人工同特首系相差几远啊？有冇人知道啊？又话咩借钱俾电视嗰个数字仲高过习近平人工啊？我唔知喎，咁样我储咗好耐咧。习近平系2.2万美金啊，话咩3000蚊人仔嘅，黐线冇可能啊，有乜可能啊？2.2万美金都合理啊，我系一个合理嘅数字啊，啊，一个国家喎，我坦白讲啦，你话 double 4万，我都觉得都勉强合理喎，都 OK 啦，30几万，你管你一个国家性系嘛，都体面啦、啊，你都要为国家领导人，如果你见到系。即系都需要有时啊交际应衬啊，都要扮靓啊，成都唔可以失礼下人啦，啱啊？都合理，但系香港讲紧系几多百万啊，几多球嘢？哇！真系多过习近平几倍，讲紧就系黐线啊！有话2.2万美金年薪啊！吓、啊、咁就好少喎、啊！你老实讲就真系劲少啊！一皮嘢啊！咁即系人工系，即系各在座每位大部分香港嘅市，我 在座各位大部分香港市民嘅人工都原来高过习近平嘅、啊，12蚊人仔啊，系嘛吓？哇！都原来系咁犀利，你哋点睇？原来各位你哋点睇？你即系当大家有咩，即系有啲咩觉得即系生活好唔如意啊，或者咩嘅时候，你就谂下，原来我嘅人工仲高过啊！今日 OT 唔紧要，冇事嘅，冇假放唔紧要，因为我嘅人工已经高过国家元首习近平吓。我都唔知咩反尿反乜鬼嘢，我系赞紧佢，即系一个国家元首，即系斗紧咁少人工，咁伟大，仲喺度讲咩反尿啲黐线，咁乱噏24。咁啊，所以就系咁样咯，即系呢一个就系香港嗰个楼价，即系衍生咗好多呢啲咁嘅问题啦。即系你可以去到话咩同巴黎睇，即系无论买又好，租又好，都系黐孖筋嘅。即系去到同巴黎睇齐嘅话咧，就已经系离晒大谱噶啦，吓、我哋夹钱买贝沙湾好似唔得喎，好似香港你又咩夹钱买楼又犯法，咩非法集资，乜系嘛？所以你哋呢世都唔使止买到贝沙湾嘅楼噶啦，咩勤力啊嗰啲嘢，即系我话你几勤力啊？你一日翻你一翻足7日工，不吃不喝，当你一个月讲紧几多钱啊？三皮人工啦、啊，好未？三皮四皮已经好可观啦，四皮啦，一年系有40×12，40几万，40几万要做几多年先够1亿啊？吓、啊，咁呢几多十几多吓、啊？有排计嘅都冇咩可能买到啊！又系咩？呀，一年赚6000万，你劲咯，你以为可以买到呢啲哦？吓，咁咧之后咧就讲下其他新闻啦，即系讲下啲有趣啲嘅啦。咁咧其中一单新闻咧就系讲咧唔知
唔知道有個鬼佬有個鬼妹咁咧，佢就有個即係癖好定點樣嘅，咁咧佢每次咧就同人哋上床蹲輪完之後咧，佢咧就會將嗰用過啲龍袍咧就會擺喺屋企嗰度嘅，就會有個勾，即係好似嗰啲日本城我早幾日講嗰啲勾定點樣咧，佢就釘咗好多喺床度嘅，咁咧佢就會掛嗰個用過嘅龍袍，咁咧又冇洗嘅。因为他说要纪念，跟住咧就会同埋咧帮即系同佢蹲轮嗰个人咧就影一张相。咁影完之后咧就好似图鉴咁，佢就会储备嗱呢个咧就系、是、我寻日咧同呢个人蹲轮完，咁咧呢个就系佢嘅龙袍。咁咧就成间房都系呢啲照片啊，同埋龙袍嘅有图啊。有图你喂，你上网 search 呢个新闻，你又会见到噶。咁你见到个女仔咧，嗰个仲要系佢瞓觉房睡房嚟嘅。佢张床隔篱咧就即系佢个床头嗰个墙咧就已经有嗰啲，我唔知嗰啲龙汁有冇擎干定点样。我都心谂黐孖筋，极核突，劲多细菌同埋肯定劲臭啊，定点样哇？谂起都想呕。咁咧佢就话。即系佢就觉得佢话至今储咗几多个咧，唔知几千个，跟住佢就唔知话主要系一个纪念，即系佢就觉得有一种嗰、那个即系有个情怀之类咁样啦，佢就类似咁样包装咁样讲啦，吓咁咧佢就话呢啲咧就好有咩即系生命力啊，咩精华啊，点点点咁样储起。佢就話，即係每晚有呢啲咁嘅生命能量陪住佢嘅，仲温暖定點樣？咁啊，見唔到個女仔個樣，好似冇 show 到。我印象中淨係見到佢一張即係背影咁挨喺個床邊咁樣咯，身材都正常嘅，瘦瘦地咁樣咯，唔係話肥啊或者點樣啊？你点睇？我估佢应该廿零岁，好似有写啊，廿八、廿七咁上下啦，即系呢个年龄啊，廿零岁啊，但系佢就中意咁样咯。跟住报纸嗰个唔知专栏嘅啲人就评论咧，佢就话系会咩咩恋物癖，佢话同有啲人咧又中意储底裤，即系有啲变态嘅就中意储咩原味底裤乜乜乜嗰啲一样咁黐线，佢就系呢啲就系嗰种。即係有啲人又會有啲病態戀物癖，咁佢就話唔止係男仔嘅，佢話有時咧女性都會有呢啲咁嘅情況，好似呢個 case 咁啊，佢話對啊龍袍咧就有咁嘅反應。好、啊，俾咗上去啊，你啊，唉，可惜啊，冇辦法啦、啊。哎，哇死真係黐線，咁樣可以從後撩啊！They're excited by this. It's a real chance. 咩自首啦、啊？自咩首啊？黐线啊！好，自己射，自己射，冇斩，就系冇啊，冇斩啊，直接射落去啊，咁先至系致胜关键。一有机会就冇浪费吓。好、啊，可惜啊，呢下都 good try 啊。又系咩？搵唔到个新闻啊？点会啊？我有睇过啊，肯定系有，冇可能。总之你自己再搵下啦，系有呢啲咁嘅新闻嘅，系有呢一样嘢。咁啊，但系我就觉得都系有啲变态嘅，即系佢咁样做，即系一嚟就即系储呢啲嘢咧，就一嚟就唔系几好啦，系嘛？二嚟就卫生问题咯，即系有一嚟有机会有啲疾病吓、啊，二嚟就系、是、即系呢啲嘢就系应该用完即弃啦，好似啲针筒你唔会储医院都系一用完即刻掉，点会咩储起啲针筒啊之类咁，你都觉得黐线。三嚟又唔美观啊，一个个咁样嗰啲龙袍咁样睇落去吊喺度啊，又吓，好似嗰啲咩蜗牛啊，咩阔咩铁武壳蜗牛啊，咩阔鱼乜乜乜啊，谂起都觉得一劈劈都觉得我想呕啊，大佬。今日嗰啲咩蜗牛咩啊咩好唔舒服好唔开胃，
个细路女都见到都觉得核突，系嘛？咁点会诶美观？同埋呢啲似真系觉得似做落降头嗰啲咁样，咩又攞埋人哋张相，啲人又肯噶。吓、啊，嗰啲男仔又觉得话正啊，哇！喺你一即系记，等你记住我定点嘅又肯咯，即系嗰啲男仔又肯接受咁样做，我又觉得好奇怪啊！佢应该同咗好多人上床噶，我谂又即系成张墙都系贴晒，我谂都劲多，百几二百个，我谂坐底有百几二百个，唔知道。真正的对象只有他才知道，数不到，是吧？不知道有没有病，讲真的，因为太过滥交，有人回答了，有人是接近二千个，我都不记得了几个数字，黐线，二千个，即是计除翻一日一个嘅话，都讲紧系几多年啊？吓，讲紧四五年喎、啊。哇！即刻毛管动，谂起都即刻核突，起晒鸡皮。Oh my god！ 吓、啊，好嚟啦。总之就系有呢啲咁嘅情况咯。有时呢啲乱物癖啊，可以好恐怖啊！即系呢啲嘢系话唔埋。好嚟啦。X 四想推啊，推到落去入啦！哇，黐线啊，咁都唔有搞错啊！又系咩？外国有个人打完钉，梗系冇掉到纸巾啊，系嘛？有嗰啲纸巾就生咗蘑菇，我冇睇过呢个新闻啊，劲核突啊！黐孖筋。呢、這個我唔知道，呢、這個我冇聽過呢啲咁嘅新聞，但係聽起都覺得好核突咯。點解勾到菇？即係可能有啲，因為嗰啲有咩蛋白質啊，定點樣咯，就會生嘅喺上面咯。有冇人會攞呢啲？你咁樣講咗出嚟，以後嗰啲蘑菇種植商會唔會走去咁樣做？一諗落去，哦，由於你講呢個係咦得喎、啊，有啲新嘅肥料可以用喎、啊，之後以後你食嗰啲蘑菇就係全部咁樣嚟，會唔會啊？全部用嚇、啊、新有機新嘅 organic mushroom 啊，會唔會變成係咁樣？即係有新嘅有機蘑菇咧，就全部係用呢啲咁樣嚟嚇、啊，哇！核突死啊！好咩咩好食過蟲蛹黐線咩冇好 P？黐孖筋，哇好核突好核突，有啲人越讲越离谱，咩面包都生蘑菇，好想呕喎 ！Oh my god！ 总之就系咁样啦，哇想呕，越讲个，即刻极唔开胃啊！听日你哋就千祈唔好食咩蘑菇饭啊，咩白汁蘑，以前我学校有个 canteen 又好中意有咩白汁蘑菇饭，劲难食嗰啲白汁真系。唔知点解晴天嗰啲白汁系极核突，唔知攞啲咩开，即系你只要见到佢系白色结核核，但系即系正常嘅白汁咧就要有嗰啲忌廉味啊或者点样，即系我学校晴天嗰啲系冇味，就系嗰啲咁样咯。我试过食过一啲嗰啲芡就系求其攞啲生粉水沟埋啊白色咁样，系完全冇味道。哇！呢下吸得靓喎，哦可惜啊！啊、所以就系有咯 ，canteen 嗰啲煮嗰啲嘢特别难食嘅，唔知点解，唔知点解有啲嘢好基本自己煮都冇咁难食，因为佢煮系可以真系超难食，系嘛，就有呢啲咁嘅情况咯。该煮嘢食咧就都有啲啊新品可以讲下嘅。起一單咧就係新垣結衣咧，大家知道啦。最近咧佢有一個新嘅戲要上演啦，就係講咩嗰啲咩乒乓波嘅。咁呢套戲咧，佢最近咧就喺度頻頻咧就喺度 ，GBB 咧就喺度賣廣告噶啦，就成日咧就上咩電視節目啊、成啊嗰啲咁樣啦，因為宣傳谷宣傳咁樣。咁咧就咁咧最近咧佢就呢套戲咧其中一個賣點咧就佢有做演嗰啲黑妹。即係嗰啲叫咩飛女啊！日本有個時候咧，嗰啲元咩元叔女仔咧，有一段時間咧，好中意遊到將自己扮黑妹啊！佢哋好中意遊到塊面咧就黑耳掹，跟住咧個頭髮係染金毛咁樣嘅，跟住又著校服，
着嗰啲泡泡裙啊咩，其实好耐以前咧，杰伊都有扮过一次黑妹，唔知道你知唔知道？就喺日剧《龙樱》嗰度，《龙樱》咧就有都有好多演员嘅，好多星嘅咩山下智久啊，哎呀，我识啊，山下智久啊，阿部宽啊，仲有嗰个咩啊，嗰个包包面啊，叫咩长泽正美啊，吓、啊。跟住仲有嗰个咩小池铁平啊，好似而家去咗边啊，都唔知潜咗水定咩咯。咁嗰阵时咧，次次有啲人咧又好中意，你又好中意讲咩黑历史啊，或者咩结衣咩黑妹头点咧，完全我睇过就冇咩，我唔会话咩好核突啊，或者点，佢只系化黑个皮肤，但系又唔觉得系咩啊。嗰度系啊，有啲人叫咩东大特训班，有啲人叫咩龙鹰，嗰阵时其实已经化过一次啊，所以我今次睇又未至于，咁当然今次就夸张啲啦个造型，但系就未至于去到话咩话哇，即系好我即系第一次见啊，咁因为之前已经有睇过啦，同埋更加上我就咩都睇过晒咁滞啦，咁啊更加就唔会话有啲咩好特别。啊，咁咧就跟住咧，咁啊最近咧佢又上嗰个咩综艺节目，咁啊又喺度讲啦，即系就通常分享自己嘢，佢就话咩好识咩，佢就话咧有人问佢就咩平时点啊，中意做啲咩啊咁样，咁啊跟住咧佢今次又答咗新答案，就话中意煮嘢食，佢话中意煮嘢食。即系煮嘢食啊！佢话咩啊？平时咧就如果有朋友嚟招呼下佢啊，就特别中意哇！特别咧就中意煮嘢食啊，剩啊，我心谂就系呢啲都，我都有讲埋俾你。平时佢都系呢啲就系喺我度学翻嚟。平时就以前就从来唔煮嘢食，煮得差到不得了，耶就好意思讲出口啊！呢佢都咩煮俾朋友啊？呢全部系嗰啲咩嗰啲叫咩啊？代打请唱，全部我帮佢煮就喺度讲呢啲咁嘅说话。啊！哇，中意煮几味啊？系啊，就系喺嗰啲最叻嗰啲啊，有啲嗰啲女仔咧切几刀就话啊，我煮嘅之后影相又成啊，跟住咧就咩就埋尾捧出去就话啊，你哋试下啦，咁啊领晒功劳啊，之后就话系我帮手啊，我切再调转咗啲，好似系调转啲嘢嚟讲咯，就系讲呢啲，仲好意思讲出嚟，讲起又火。所以又同你讲清楚，平时就肯定啊呢一你一睇就知啊，又即系佢又系瘦猛猛嘅，个攞个煲都冇力啦，插抛镬铲都抛唔起，系嘛？边我系煮到啲咩？煮到啲什么？系嘛？你知唔知啊？系啊！哇，死仔包，有机会。系啊，想踢啊！哇，呢下窝你靓啊，咁样一夜千把斤，倒挂金钩中四十多码嘅倒挂金钩入到啊，身犀利啊！好嚟啦！我话俾 GBB 连倒，我话俾佢嗰啲咩炒面，即系煮炒面王都有困难啊！话俾你，倒落去佢啊，十次有九次就倒落街嗰啲人啊，点会煮到啲咩好菜？直接射，冇斩，信我。哦，好啊，我即刻示范，立即，好，系啊。喂，死仔包，喂，哦，喂，佢做咩啊？窝你窝个空气啲啊？好，想吸一吸再射，哇，争少少入喎，啊？咁啊，呢、這个就系、是、即系建议最近啦，同埋佢今日咧就上咗嗰个咩周海咩少年周海咩家先，
即系你都知啊，好少可会上呢啲咁嘅杂志啊？点解啊？因为我成日睇啊，好简单。我又见到我成日睇啲少年漫画，佢咪喺度啊上下呢啲咯。接受哥，你成日睇嘅咩？我话系啊，我话有咩问题啊？睇漫画咪睇漫画咯。之后跟住就走去唔声唔声嘅走去做呢啲，走去做封面。啊、你留意一下，好少可有明星走去上呢啲咩周刊少年咩家先，有几好啊？啊，点解会啊？原因呼之欲出，我都费事讲到咁明。啊，小心啊，难唔难到啊？靓啊，俾咗落去 ，go 即刻反攻啊！踩到好顺噶啦，踢起个波，自己窝你。啊靓嘅抽筋啊！好嚟啦！咩假线啊？系啊，叫周王少年咩假线？嗰本嘢有做嗰啲咩？咩假线好似有咩杀戮都市嗰啲啊？我唔记得咯。嗰系咪啊？定系杀戮都市系叫咩 Young Jump 定咩？唔鬼记得。好多日本呢啲咩漫画杂志几廿万本，有啲系。即系除咗即系咩少年针啊，又有嗰啲咩港，佢每间社都有咩集英社、港谈社，啊，哇，有冇十二码？咩集英社、港谈社之后，仲有啲系俾帮专帮少女漫画整嗰啲杂志都仲有好多到不得了。点解少女漫画就要特别分？你唔可以用翻嗰啲普通嘅画法，即系少年画漫画画法画嗰啲少女漫画，啲少女唔中意睇啊，可能啊中意小，即系嗰阵时就系小甜甜眼，就系啲女仔中意睇嘅发明啊，吓嗰啲鼻尖尖、下巴尖尖，吓、啊。呢啲就係咯，咩基川阿公啊，嗰個咩北島真嘢，咩玻璃面具嗰啲嗰種畫法。好嚟啦，嚟啦，又嚟啦，嚟啊，又嚟睇下個杯，你睇下個杯個位好似已經錯咗，你睇唔見埋耶！ Yeah! 第一次有個近嘅嗱，你睇下個波，你睇下個杯，點解喺後邊咧？嚇、啊，海市蜃樓定乜鬼嘢？你睇下，你睇下，耶耶耶耶耶！看住佢系举胸背，嗱已经举紧个胸背，吓、yeah! 唔、啊、知咩事吓？呢、啊這个北市，我睇下迟啲有冇机会一次我汇报俾 EA 听。系时候转个游戏先啦，辛苦各位队友啦。跟住呢幅图咧就系由樱桃兄弟所画嘅，就杯头、麦头同埋咩头咧，就系靓头啦。请等等，转个游戏先，请等等。
边位生日啦 ？Thomas Pan 生日快乐，苏嘉慧生日快乐，仲有咧？东哥生日快乐，仲有边位啊？罗伟康生日快乐，朱启俊生日快乐，王浩文。早日还钱啊，系嘛？当当生日快乐，仲有边位啊？仲有边位 ？Luke Chuck 生日快乐啦！大家生日快乐啦！仲有边位啊？仲有边位生日啦？张少君生日快乐，仲有呢？大家生日快乐啦！嘟嘟嘟嘟，系咪话说玩到边度？玩到食漏咗一嚿钱，即刻食翻先。咩喺嗰个拱门嗰度啊？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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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咩一定卡过咗啦？琴日都呢度啊嘛，琴日过劲多关，好嗱，食漏一嚿契弟。系咪一食完即刻死啊？得噶，定系要照样过关定点？吓、啊，通常都要热下身啊！关嘅死仔啊！好嚟啦，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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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刻又嚟啦！收币啊，收翻个金币，过嚟啊，关！搞嚟啊！回力刀，好，噔噔噔噔噔噔 ，bang， 轻轻松松，噔噔噔噔噔，好嚟啦！回力刀，啦，系咁喺度狂拍，两边互，仲死仲死仲死，哇系，呢个仲使唔使食过啊？吓，唔使噶系嘛？吓，佢哋已经记录咗我有食过系嘛？乱咁飞，啪，好搞掂，好攞回力都系咁乱咁飙死班傻仔，跟住飙几个咁样嗱，睇住啊，好嚟啦，系咁向后肥咯，傻仔，好易玩啊，啦，诶呢度啊就系呢个打靶仔嘅，啊就系挂住喺度肥回力飙，寻日就太轻佻，好嚟啦，睇啊！想过嚟偷袭我，但系个回力刀一嘢喺后面斩佢分尸，然后对住空气狂棒，咣！你估，仲死？好，阿修罗小梦，轻轻松松又过一关，唔会全满血过关啊嘛？会唔会太劲啊？好嚟啊！我呢个时候系咁用压力箍噶啦，要好。哇！嚟，哇！芝麻筋啊，死贱种！哇！救命啊！越嚟越快 ！Oh my god！ 好嚟啦，再试，跟住咧，哇！系，好嚟啦，搞掂！哇！死仔包，快少少啦，嗰个火云邪神头，好嚟啦，好，哇！系，跟住咧，哇！救命啊！哇！好惊啊！傻仔，哇！系吓得我死贱种 ，Bravo！ 啦，满血过关争少少啦。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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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哇！咁仲 B 减啊！黐线，因为我冇 Perry， 我懒。好，又做够金币了，三个啦，好开心啊！吓，好，唔知阿乜 blablabla， 唔使理嘅。好过下一关咩 boss 啊？好嚟啊！嘣！
你话我好劲系啊 ，speed run， 好、哦、又嚟玩飞机模式，哇，系好彩你有冇见到我，哇，黐孖筋啊，好、哦、死仔包，好嚟啦，哇，黐孖筋低 B 点玩啊，大佬，其实应该要喺下低嘅，哇，要系咁得闲就要转下位，哇，黐孖筋。难玩到癫啊！呢个臭博士，死仔包，因为做科研仔唔使还钱啊！死贱种，急好嚟啊！哇，死贱，钱废呢个，好嚟啊嚟啊嚟啊，急落去，哇，黐线佬啊！好，刮刮刮刮刮，炸落去啊！贱种，好嚟啊！哇！嗰嚿巨龙咩嚟？冇啦，又话黑色阴影吓、啊，好冇啦，又话巨龙，哇！射边啊，而家射个头，抵啊！炸落去爆埋，哇！做咩事啊？射爆你个头啦！哇！搞嚟啦！哇！有个磁力想吸死我，仲烂啊呢？哇死仔包救命啊！嗰、那个巨龙都怼埋，哇好嘢，抵啊！好嚟啊！哇哇哇，黐孖筋！好嚟啊！哇哇哇！射得嗰几炮抵啦，贱种！好嚟啊！射爆你一痕！哇，黐孖筋佢无啦啦怼个磁石出嚟！哇，你睇下，我先过咗几多咩符箓？Here they go， 黐孖筋，我觉得呢一嚿嘢系最恶搞，卜卜卜卜卜卜卜，卜你死人头啊！哇，黐孖筋，射下低啲嚿嘢都好烦，射爆咗佢先最好。好，喂，吸收，大镬了，被屈死，哇，黐线佬低 B 吸，好。即刻整爆呢嚿臭光线啊！好抵啊！吸乜黐线？呢关系全 game 最难，压啦！我未玩熟啫。好嚟啦！卜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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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死人头啦！卜卜卜炸炸！乜黐线？嗰嚿嘢系永。无限生出嚟嘅喎，啊！一嘢炸落去，炸爆你啊！死贱种，好吸！佢系咁样喺度屈咧，已经好劲贱格。好炸落去啦，炸落去吸！好抵啊！你个怼穿墙啊，贱种，挥！哇！哇！黐线佬，救命啊！佢吸埋你系癫嘅，佢呢一招系好难搞。连射啊，鸡弟，好又嚟啊，怼个巨龙埋，有骨黐孖筋，佢仲会释放啲镭射炮，咁啊先过咗咩一关吓、啊？全 game 玩得咁辛苦，只不过系十分之一，系啊。威烦，又射唔到佢嘅呢个时候，好白痴，佢咁样夹埋嚟，根本屈佢黐线，入屎啊入屎啊，吸，好鬼贱啊！佢系咁喺度，嗰个 laser 炮系最难搞，好，趁得核弹未啊，契弟，快少少咯，好吸啦，好嚟啦。即刻炸落去！喂，好嚟啦，爆了！好嚟啦，嚟啦，嚟！哇，嗰只巨龙石阻住晒，好啊，养眼啊，大佬！吓，有冇见到嗰个巨龙好鬼烦？好嚟啦！哇，黐孖筋，低 B 啊，咁样先过咁少。今日过咗呢关咩都得啊！话咩钢铁老师，嗰、那个巨龙究竟咩？唉、哎，又睇又
好烦，一开头系咁卜卜卜卜卜卜乜啦，石内卜好嚟啦，搞掂，系咁炸走啲臭鬼仔先，好嚟啦，嚟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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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咣咣咣咣咣咣，大镬了，佢开始做啲黐线行为，好炸我炸烂佢靓啊，佢系咪会自己照死自己啲契弟嘢？好。让开路啦，贱种！好，呵呵呵，呵你死人头啦，拜！冚落去啦，契弟！好嬲啊，嬲镬啊，哇死仔包，黐线佬！哇！好嚟啦，佢又怼巨龙啊，救命 ！Oh my god！ 哇几劲，屈低 B 仔好难。铁甲万能炮，有咩个好嘅计策？用炸弹咯，我就建议就系多用啦。呢一招系最好用啦，一开头对住佢嗰个核心系咁炸，系咁炸，系咁再咁炸，好嚟啦！哇哇，死仔炮大镬了，吸好嚟呢下，临危不乱，好嚟啦，开始黐孖筋啦，又放啲贱嘢啊！救命啊！好嚟啦！哇！黐孖筋被强暴啲啊！呢嚿咁嘅贱嘢系最难搞，而且我仲未有，我仲未有啲咩招数，有核弹啊喂！唔系我一嘢 K.O. 佢啦，大佬！对住你个头炸到你飞天啦！咣！好嚟啊！好呢一下冲埋去，滴答滴答滴答，咣啊！黐孖筋哇！死啊佢！你死你知哇！跟住点搞啊？要打呢个头啊！佢咁样来回穿插，揸落去底啊！三分波，三分波，咣！屙尿屙尿屙落去啊！滚！这个状态是易打啲。喂，第一招炸中啊！呢下唔好同我讲炸唔中啊！屙尿屙尿底啊！抌落去啊！抌！底啊！好嚟啊！刮刮刮刮刮，炸落去啊！前总，哇！黐孖筋，低 B 啊！极花嘅画面，哇！咁样先打咗四分之一，黐线佬有冇咁难玩啊，大佬？好，哇！一定系攞呢个炮咁样连炸两嚿嘢，两嚿嘢嚟，我屈佢，好嚟啊！炸三分波，三分波，三分波，好嚟啦，嚟啦，吸，好鬼烦呢条友。好，屈死仔，好鬼难射嗰个雷射炮，最难打个部位。好，契弟，嗱又出啲贱招啊！哇，你死人头啦！哇哇哇哇哇！好嚟啊！佢用巨龙炮，哇，黐孖筋你睇。啱啱如果我唔系有足够嘅冷静，根本做唔到。救命！关啊！近距离对住啲心脏狂扮，好聪明。咧咧咧！哇！你个贱种啊！贱种人，好关，种唔种黐孖筋？好危险即喂，反而太近炸唔到佢。屈死制爆，太急啦呢下唔得噶。又系咩好聪明？打呢个咧系最难打，一开头就对我话俾咁样系最好嘅。一开头对住佢咧狂炸呢嚿嘢。好，佢嗰个好贱格咧，系佢个激光咧，你睇下，佢有个激光同你挡住嗰啲炮嘅，好鬼好鬼贱。你知唔知？好，
吸落去啊，前总。咣咣咣！你啊，射唔到啊！嗰下先九度咧。好，你系靠咁样揼落去，揼落去啊，揼。好，大镬了！唉，吸唔切啊！唉，仲玩啊，好过。一开头你唔怼冧呢两个箭嘢，你系好麻烦。好嚟啊嚟啊，吸咗佢先，炸三分波。好嚟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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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快少少啦，契弟。哇，好鬼贱噶！咁啊，咁样一次个炸两嚿嘅嘢啊，吸咗佢先。呢边啊呢边啊，箭种。好炸落去啊！佢就系靠呢个核弹嘅攻击力高过啲粒粒机枪。好，你系一下炸落去，好咣咣咣，好大镬了！佢会喺度屙屎，嗱我都估到，咣 ，bang， 好。屙啦屙啦屙落去啊！好嚟啊！系好变过去，抵啊！炸咗落去啊！箭扣好 ，what？ 好鬼黑人憎嗰个箭头啊！哇，好白痴！呢个头成日影响个乱咗个节奏。一开头咧，一定要引佢射上边嘅，好，跟住你啊咁样冲埋，系咁对住呢个窿，系咁炸落去屈，喺佢一生出嚟咧，你就狂扮佢，好嚟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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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啦喂，吸唔到啊，好白痴，点解啊？因为我啱啱仲变紧细只仔，好吸啦契弟，好嚟啊，自样扮落去。好救命啊，抵啊，自己冚埋一堆啊，唉，食屎仔，飞机又冇得再强啊，嗰个人吓，加血，如果唔加多格血嘅话，好难玩，呢一个冇可能赢到，有冇咩帮手啊？呢个前总喺度古古话话。老实啲啦，老友系咪啊？佢话咧呢度有个有班人咧，同埋所有人咧，佢话你睇嚟咧同嗰啲其他啲平凡人一样，咁即系代表咧你唔可以咧经历咧，好似一啲特别嘅世界，好似我咁样玩几串。喺呢度有得学新绝招啊，应该要学下啊。朱老板买嘢。呢、这个斧头帮嘅绝技啊，我有个嘢 ，Perry 会多一个攻击，买咗佢先。哇，跟住呢个系咩草器啊？冇咩用啦。It adds two additional hit points but weakens your attack power. Goodbye。学埋呢个神殿，神殿会唔会教埋啲飞机招数啊？好似有冇影响啊？是但啦，过先啦。等先装咗嗰个新招先，咩斧头技啊 ？Parry 完之后可以有斧头劈落去。好嚟啦，嚟咩啊？哥啊哥，哇！兜头劈落去，斧头波，喂，哥啊哥啊，劈。好 ，one more, two more, three more, one, two。都冇用到斧头帮，边度有斧头帮啊？斧头帮，斧头帮，斧头帮，好嚟啊！斧头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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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啊哥，轻轻松松 ，one two three， 过嚟啊，傻仔 ，one two three， 哇！关，好鬼啊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搞掂几劲，不着地二
好靓啊！攞晒啲成就咩积训咯？叮叮叮，有咩新招啊，女神啊？佢你好啊，嗰啲鬼食啊搞我啊，不过好彩啊，你喺度啊，呢个最后教你嘅绝招啊！佢话你就攞我嘅力量去啦，祝你好运啊！好 ，boom boom boom， 我个咩招啊？叮叮，好 ，super power， 咩啊 ？Your spirit and body simultaneous for maximum damage， giant ghost 啊，吓可以整到你个灵魂同肉体超劲啊！加到最劲变身啊，变超级杀下人，呢间屋系咩嚟啊？打啲人类大佬啊，系咪易打啲啊？过鬼咗先啊！好嚟啊，贱种人啊！好嚟啊，贱种！哇，死仔包！哇，似马筋哇！刮刮刮刮啲金宝汤，招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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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臭金宝吸！喂，嗰个唔吸得嘅咩？啊？似马筋啊，嗰嚿嘢唔系吸得嘅。好大镬了，哇黐孖筋，难玩到爆喎、啊！应该点做饮金宝汤？佢呢啲友咧就借钱玩匿喺嗰个嘢嗰度。好，哇！我而家系装紧嚿乜鬼嘢？好，正常系应该装嚿隐形剂。哇黐孖筋，我而家装紧斧头波。但系嗰嚿紫色喺呢啲，我吸唔到，坐落去，好，哇死仔包，见唔见到啊？一夜弹走咗啦，傻仔，好，哇死仔包，好，哇，干，哇咩事啊 ？Oh my god， 好，开，哇黐孖筋，草味。好，啊！帮，哇！旋风，哇！咁屎啊喂！咩最劲嘅 damage？ 好喺难避，佢有啊，佢而家有个问题就系、是、佢一时有嗰嚿嘢，有啲波板糖夹出嚟又喷火。换一换嘢先，我而家系攞个斧头帮系冇用，根本极少机会去咩 parry。用人斧头帮诶，冇我都唔知系咪劈到人，到而家都未试过吓、啊。有冇人咩替身攻击极屎啊？同埋我都觉得出嗰招系扣最多，其实系咪扣最多啊？我都唔知道会唔会补血，会都还好。咁啊，阿赵用住先啦，跟住要多要闪身术咧，好、啊。可以可以咩啊？无敌加二血最屈系咩？斧头搏嗰个，哇黐孖筋，好，哇死仔包，咩啊头石气，好，关，喂，吸，好，袋啊袋啊，傻仔。在边啊，契弟！好嚟，哇死仔包，黐孖筋，又要储气，又要射，好难。呢个时候就唔好储，个脑嘅负荷唔到。射入去先啦，契弟。哇黐孖筋，有时都睇唔切，招招招招招。好嚟啊！刮刮跳唔切。好嚟啦嚟啦，对住你墙系咁砰砰砰砰砰砰砰，吸底啊！原来呢个都吸到，啱啱系吸，好，哇！替身攻击，呀、哎！十字旋风拳，哇！打佢啊，白痴仔，做乜啊？又话会补血，咩加二加血有鬼加？吓、啊、吓、啊，有鬼用？嗰、那个旋风拳系，哇，好鬼难避。
因为话直接闪啲火，你有时会连闪，佢两嚿一齐跌嘅时候，你斋跳咪好易死啊！你一定你斋闪嘅话系好易濑嘢啊，大佬。好，你最好就系跳落去佢原先爆炸嗰个位噶咯。吸都系似马筋嚟，吸紧吸啦，贱种。好，好，哟吼，咣！咣！好嚟啦！好咧！黐孖筋！跳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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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哟吼！咣！咣！咣！佢开始黐孖筋啦，精神有问题。好嚟啦！好，叭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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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嚟啦！嗰啲嘢夹出嚟啊，贱种！哇！黐孖筋啊！咁点避啊？替身！哇！旋风棍，好白痴！我系点样补嘅？系要撞落嗰条友度啊！要自己控制白金之星，点控制啊？我行边佢自己行边啊！好嚟啦！滚滚滚！啊！啾啾啾啾啾啾！好嚟啦！好吸收，好吸，死仔包吸唔到，好嚟啊！喂，低 B 仔啊，好彩啊！呀，吓得我，好嚟啊，贱种，好，哇系，哇好白痴，好嚟啊，嚟啊，好嚟啊！好上去，白金之翼，滚！系咪要吸佢？好嚟啊！滚滚，哇！黐孖筋，滚滚滚滚滚滚落啊！佢嗰嚿嘢棘住咗，我点落啊？佢嗰个汽水，佢汽水佢喺嗰个位，我点样跳落去啊？大佬，吓？喺嗰支棍嗰度跳落去啊？吓？又咩白金之翼啊？嗰个咩白？咁黐孖筋喂，大吉利是咩？讲系咩？即系佢大酒店嗰啲咩白金都黐线咗，劲屎喎大佬，完全 don't know doing what 啊！要行近佢自己识攻击咁啊废啊，唔系按自己意志哇！啊好嚟啊！喂，大镬了，好白痴，太早弹。好嚟啊！飞过去啊，回力刀，黐孖筋咁样扣佢，四箭总理死连字。好，好嘅，刮，白金之翼，刮啊！跳上去啊，傻仔！滚滚滚！哇，大镬！好，避过一劫。不过黐孖筋上隔篱又，我唔落去又俾佢火要再吞过啲，唔得冷静。极废啊！呢个白金之星系咪真系扣最多啊？吓，啊，姑且信系啊。哇，黐孖筋点避？佢连续射三嚿系同一个位。你话斋闪，你咪又系又死。好，吸吸吸。好嚟啊，最憎佢用呢一招，最难避。呀，黐孖筋，还鬼避咩？好嚟啊，哇，死仔包好彩。呀，佢成日喺度尖叫，叫乜鬼嘢啊？狂，狂。好嚟啊！好 ，Oh my God， 跳落去！哇，救命啊！嗰嚿嘢夹紧落嚟，低 B 仔，白金之翼，刮啊！回力刀，呢、這个时候已经好落去，回力刀啊！刮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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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刮，上去啊！好嚟啦！哇，两边夹埋嚟，黐孖筋飞到过去。中间嗰嚿嘢穿到过去啊！嗰、那个弹弓应该得嘅。
而家冷静咗，可以玩耐啲。总之一开头要尽量保持血。好嚟啊！喂，好，自助抽筋补汤。好嚟啊！吸，好，草气，自制爆啲啊！吸唔到，狂，好嚟啊！好靓靓靓，咣咣咣咣，好呢、這个战种啊，准备嗌啊！哇，好戆居，屙呢啲咁嘅尿出嚟，咣，走去宁愿，哇，屎仔包，好，好嚟啊，过嚟，好，咣，好上去，哇！咣咣咣咣咣咣，好，招招招招落去，嚟啊！招招招招，哇！呢边过啊嚟，招必杀技，过啊啦，过去，过啊！死仔包点会咁样都中啊？咪弱智啊，大佬！哇，傻噶，低 B 嘅冇人有，好嚟啦嚟啦嚟啦，哇！救命啊！招招招招，哇！嗰、那个前总有啊，好过翻嚟呢边，咣咣咣咣咣咣，哇！招过嚟啊！坏机啊你契弟，哇！咩事啊 ？Oh my god！ 狗臭猫，哇！亚手螺丝帮黐马筋，滚啊！哇！射爆你个头啊！贱种，贱废，滚啊！哇！哇！咩事啊？滚啊！替身攻击，滚啊！哇！哇、啊、一嘢射爆你啊！好哇，呢边咪行紧埋嚟，哇噶一嘢射到你晕啊，傻仔底啊，臭猫，轻轻松松，叮叮叮叮叮叮，点解我咁劲？第一次见到只猫即刻打死佢，好聪明啊！skill level 两粒星 B 啦啦啦啦，好劲啊！好犀利！佢啱啱嗰个嘢明明我吸紧佢，我根本就唔会扣多，啱啱应该仲可以保留多解决嘅，又收佢一笔烂数啦！嘟嘟嘟嘟，呢一度啲关就过咗七七八八，系争嗰个。呢、这个系咩嚟 ？One and Gun 呢个咧？呢、这个系咩啊？龟嗨！哟，佢系你班友仔啊，以为啊，你哋好差系咪？但系如果话俾你听咧，你有机会咧，可以见到啲灰色地带嘅。佢哋有办法嘅，你想唔想知道啊？唉，佢话你咧成日做啲暴力嘢，你相唔相信我啊？我谂紧喺度讲佛偈嘅，黐孖筋。好玩呢个啦，搵人跟赚埋啲钱，升下 level 啦。唔打机械人，储下钱先啦。机械人，机械人可能要多格拳，讲真。好，得回力都回力，你箍啦，你箍啊，你箍啊，你箍，箍，哇！屎仔包，臭飞天鱼。喂，呢个咧激死你啦，抵啦，招，好草气，滚，哇！好 ，bang！ 喂，好鬼烦喎，大佬，呢个有咩嘢？哇，黐孖筋！喂，食唔到啊！招！哇，好白痴，低能仔，多到劲难避，唉，直接飞过去啦，贱种先生，喂，有啲螃蟹，哇，阿力姑，阿力姑，阿力姑。Go, 哎，食，喂 ，Oh my God， 好嚟啦，傻蟹，好嚟啦嚟啦，阿力姑，哇死仔爆你贱蟹，只蟹好贱，哇黐孖筋啊，呢个乜鬼嘢啊，弹上去，哇 ，Go， 黐孖筋，哇海绵宝宝啊，救命啊，黐线佬黐孖筋，喂你唔好翻转头啊，契弟，哇死咗。我都行咗一半路程，好，
Go go go， 阿力酷阿力酷酷，阿力酷阿力酷，我黐孖筋，直接闪过去仲好啦吓。第一个换枪我都唔知吓，换弹弹波系咪好啲？其实弹弹波嘅攻击力系咪高过呢、這个？定系回力都高啲？弹弹波嘅速度快少少，好，同埋嗰个攻击范围好似舒服少少啦。好嚟啦，射落去啊！招招招，哇！你个前总，招招招招招招招，好似阿婆咁啊！我大骨柒黐孖筋，咁样系肥唔好嘅。喂，出去换个回力镖唔系几啱用，讲真，唔系好啱我性格。喺呢一关嚟讲，你用追踪炮啦，用弹弹波啦，我都系中意用啲强力啲嘅武器。好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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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咚咚咚咚，哇黐孖筋啊，咁都射唔中弱智啊！好，招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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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揼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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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咣咣咣咣咣咧，即死啊！臭阿婆啊！屙尿炮屙尿炮屙尿炮，咣咣咣，黐孖筋，食屎啊！贱种，哇，又死啊！睇住 ，Perry， 知唔知点解要攞高分就一定要 Perry？ 好嚟啦，呢啲位就可以咁样阴死个臭。臭婆娘，好嚟啦嚟啦！飞天鱼、飞天狗我啊，见过飞天鱼，有闪过去，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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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靓啊！又食咗金币，咚咚咚咚咚，哇！贱种啊，好嚟啦，好嚟啦，系咁啊撞嚟撞去，你个贱人，好嚟啊！臭海胆，好过嚟啊！叭叭叭叭叭喺呢个队，哇！做咩啊？佢放电啊！边个放电啊？边个前总吓？做咩举中指对我？好嚟啊！讲讲讲讲怼，好嚟啊！扯你食永远啊！前总好，好怼冧你啊！傻仔，轻轻松松哇！前废啊！喂，快啲啊！契弟，哇，仲有一只，唔好理咯。好，哇哇死仔包，点解我跌咗落街弱智啊？好抵啊！前总佢呢度有嚿钱，好彩啫。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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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呢度有啲不妙喎，啊！哇，会沉落去呢个，啊！嚟啊！呢个做咩啊？喂，嗰个咩？哇，嗰嚿咁嘅嘢 ！Oh my god！哇！黐孖筋，哇！死仔包点玩啊，大佬？呢度冇散弹枪唔得，唔可以用呢啲。呢支枪劲，草气反而冇咩用。八爪鱼嗰个要小心，草气冇咩用啦，用 S 最爱用嘅散弹枪。吓 ，go go go， 叮叮叮叮叮叮，臭鱼。即刻射到你飞天咧，碌碌碌碌，哇！真系劲炸，好嚟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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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战总门，哇！黐孖筋，啲人臭鱼，好大狗胆，哇！好鬼烦，其实唔应该打呢啲，打呢啲傻仔浪费咗自己嘅气力，好过去啦，阿修罗战功啦，好过去，嘟嘟嘟嘟嘟，好嚟啦。弹弹波，弹弹波，而家一开头都应该用呢一招嘅，因为去到后面咧打嗰啲木嘴咧，先至用，哇臭龙虾，好啪，哇死仔闪过去啦，贱种，好嚟啦，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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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劲，高手级示范，点对付贱。种啊，神奇战种，好，滚啊！叮叮叮叮叮叮叮，啪！跟住嚟啦，啪！然后嚟啊，散弹枪一命，哇！战种，黐孖筋点搞啊？喂，哇！会沉落海啊？喂！Download to download play one 喎，佢沉落海玩鬼啊！
吓？打佢头上嗰钉会爆射，咩意思？即系一阵要坐，佢就沉落去，要坐翻佢上去系嘛？系咩意思？吓、啊？咁贱格嘅佢，系啊？哇，好靓啊！好吸收，过嚟啊！贱种射爆你啊！好嚟啊！吸，抵啊！超吸！一阵我话俾你，嗰阵时应该用替身攻击，佢会保护我用白金之星。好嚟啊！臭鱼，好吸，个名，哇系，哇好白痴，睇唔到预错，哇你个贱龙虾，滚，打收和旋风，好嚟啊，哟呼，哇死仔吧，点解会咁样啊大佬，举中指底啊，沉落街啊，食沉大海啊。好，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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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得嘞得嘞，好，有冇二段跳呢样嘢？八，好嚟啊，咣咣咣咣，哇系，好鬼难睇啊，大佬十几，哇，低能仔落发，哇，佢系咪一揼落去唔使喐啊？我见到佢沉咗落街，试多次。吸啦，贱种，贱种，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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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得得得得得，极速过关，极速过关，极速过关，得得得得，仲唔死？呢嚿嘢唔知点样空中，点样空中吸？喺呢度吸多几只鬼，好嚟啊！吸多几只鬼，一阵去到嗰边，一有替身嘅一提我用，过嚟啊！傻蟹，哇蟹，贱种人。吸，都系好白痴，为咗吸呢啲咁嘅傻仔嘢，好白痴喂，咁难跳都有，喂，好白痴，死咗好过你死嚟自，你要自杀唔到阻你咩？吓、啊，极速过关啦啦啦，死贱种，死啊，快啲死啊，低 B 仔。好搞掂啊！哇，死仔巴，唉，吸唔到嗰嚿臭鱼。好，多啲嚟啊！整多几只臭鱼嚟 ，OK。好嚟啊，屙尿我，哇，死仔巴，点样睇唔到？鬼暗眼，贱蟹过嚟啊！卜卜卜卜卜卜卜，好白痴 ！Oh my god， 吸啦，贱种！嗰啲蟹好贱，我话俾你，十大贱，吸落去，好嚟啊！得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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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嚟啊 ！bang， 好有一只蟹啊，吸，吸多啲啊，又冇计时，有冇计时啊？吸吸火蚁有啊，好似如果想高分就要计时，得啦得啦，哇，贱种人，好，啪，哇蟹。过去啦，贱种臭阿婆，好，哟呼，哇好白痴，做咩又要再试咩？成唔记得，最后一次，最后一次，真系最后一次。而家开始，一开头唔好搞咁多嘢，我已经决定咗点样咧，就系、是、咁样，吸吸吸，吸唔到你钱，好嚟啊，好嚟啊，好，滚滚滚滚滚，哇系。好嚟啊嚟啊嚟啊，逛逛逛逛，先你劲穿云箭，喂傻仔，喂过嚟啊死贱种，撞嚟啊！哇呢只嘢想趁我病攞我命，系咁冚墙你弱，你个脑撞屎定咩啊大佬啊，阴湿得你，好白痴，点解我坐翻落去又会扣血，好弱智，系死弱啫。好白痴，好鬼黑人憎，为咗吸嗰啲傻仔嘢而累嗰二年事，好，唉，想食呢啲嘢啊，大佬，好白痴，欲速则不达，吸啦，贱种，打收和旋风，
好 ，go go go go， 打收罗小梦，打收罗小梦。好，我系云斗罗，一枪一剑都唔散。好，吸，好咧，吸。呢个傻仔，吸吸啊啲，点解啊大佬啊，真系弱智啊！好嚟啊嚟啊，有只傻仔，喂啊，耷落去啊 ，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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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哇，贱种，贱种龙虾，好过去，哇，死鸡巴 ，oh my god， 好，哇，死鸡巴。好嚟啦！哇，黐孖筋咩嚟个贱人？好，好白痴，死仔！哇，救命啊！好嚟啦！如果我多一格，佢攞赢硬啊，大佬！好嚟啦！啪！好嚟啦！好嚟啦！冇底。种人，哇，黐孖筋啊！原来前面仲有嚿咩？试埋最后一次，我谂到一样嘢，用呢个炮唔系几好嘅。喺呢个位，佢咁乱，追踪弹啊，一定得。咩？你个贱人，系啊，呢啲唔系贱人，系咩啊？吓，吸啦，贱种。好，岌岌可危。好，阿修罗旋风。好，拍拍拍拍拍拍拍死呢啲贱人，臭啊！嗰个阿婆定咩样？岌啊！好嚟啊！揼揼揼揼揼死佢，揼死佢，揼死呢啲贱鱼。招招招招招招！好，招追踪追踪追踪炮。好嚟啊！咣咣咣咣。好。咣咣咣咣弹弹波弹啊弹啊弹啊！哇，好白痴，点样跳咗落街？个脑装屎咩？好，啪，下收啊，小梦，好快少少啦，大佬个贱种就嚟啦，好，好，哇，好白痴，明明跳跳得好啊好，好弱智喂，各位啊，食西北风，好白痴哇！点解唔够远啊？有冇啲加强轻功能力嘅弱智啊？好啊，收王小梦，呢次再下一次，无论点我都唔会再搞，即刻收工，瞓觉。好，追踪爆，追踪爆，追踪爆，射啦，贱种，射几个阿婆，增加士气。好，耷落去攞个啰柚。好，啲傻仔太贵啊！弱智仔，好惯嘅飞天臭鱼，好嚟啊！咣咣咣咣咣，哇！小仔爆上阴塞我，好，好，咣咣咣，呢只鱼唔食咯，哇！黐孖筋，点解一时要闪，一时唔使闪，低啦！好嚟啊！吃不到嘅鱼啊，超级腥臭，好，好，哇！哇啊！终极骨刺马筋，有冇见到我系咁喺度拍几嘢，拍到可以飞咗上去？好嚟啦！呢一度俾一次机会我，俾我完整去到嗰度先。好，拍，系咪拍得闲？哇！我谂住得闲坐定嗰只臭八爪鱼，真系最后一次，好鬼烦。阿妹阿妈嗰啲都唔算，好，因为佢用嗰啲贱招，有嚟啊！哇，黐孖筋，让你一血啊！哇，死仔爆，好鬼烦啊！低 B 仔而家急住搞掂，点解唔可以穿墙啊？隐形术点解唔可以穿埋墙？蠢，我过去啦，贱种贱辉，好系啊，吸。好嚟啊，傻仔！好，阿修罗旋风，吸啦，贱种 ！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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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好嚟啊，俾我吸，吸落去靓波！好嚟啊，射多啲木嘴咧，都对我有好处嘅。点解？因为呢啲友仔要射啲木
白痴。好嚟啊，急，几劲，高难度，总嘅奥义动作好白痴。点解无啦啦会有只臭鱼啊？极腥臭嗰啲鱼，唔新鲜嗰啲鱼啊，臭鱼。好，邪用气啦，白痴仔。过嚟啊，字总。好，啪啪。好哇，好搞掂啊！总算玩得唔错，争啲识漏嗰嚿前脑再见到，如果唔系咁辛苦过脑啊，即刻大镬噶！好，咚，好嚟啊，咚，好急，哇！得闲要维持呢个贱种嘅生态，好，好。哇喂 ，Oh my God！ 为咗食嚿贱嘢，哇，我死咩啊？有个泡泡啊，低 B 仔试咗最后一次，好鬼贱！我阿妈系为咗食嗰个贱钱，死贱种，吸啦贱种！点解我嗰阵时冇有替身嘅话，佢死咗十世。哎你啦，我想食嚿钱嗰啲臭鱼，左头左西你啦，好飞天飞天箭鱼吸，好嚟啊嚟啊嚟啊，个死海胆，你死抵你俾人做寿司啊，滚啊，攞嚟做鱼生啊，啱呢啲咁嘅死仔包，好讲讲讲讲讲，我嘅痰会污染啲，哇死仔啊！啱啱有个粉红色鱼，好嚟啊！呢个蟹系咪不死之身？啲蟹系几弱智啊！你啊，哇！你个贱种，只臭鱼无啦啦喺度蛊惑我，好嚟啊！咣咣咣咣，哇！死贱种，好啪！亚修罗小猫，亚修罗小猫，好嚟啊！哟，好。好嚟啦！我等嗰只傻仔飞过嚟先。好嘢，啪啪啪！哇，系几劲啲啊！打都唔使打，直接飞过去。嘟嘟嘟嘟嘟，好呢度攞隐形，攞呢个追踪弹。好，而家要污染呢啲海鲜，呢啲贱种海鲜要攞啲痰嚟污染佢。Pollute， 好吸。哇，死仔包好白痴。好嚟啊嚟啊，贱种嘢，好吸零波，哇死仔包 ，Oh my God， 我得翻极少血咋，好嚟啊，射啊射啊射啊，靠你啊，我系护身弹，我护身弹，哇你个贱种啊，唔记得揿嗰只船啊，争少少啊，唉，听日再玩。咩有石先 parry 佢嗰个？鬼记得边度有石咩吓？动漫边条文差唔多 ，parry 八爪鱼会开炮打前面嚿石，即系我系啱啱冇打爆嚿石系嘛？用眼睇嘅唔系记得。今晚又瞓着，喂，全 game 鬼见到有咩章有嚿石定咩？如果一冇打嚿石，佢就会沉，系嘛？今日嘅潮文咧，就有一位叫青青嘅兄弟所写嘅。究竟地铁站咧，可唔可以自行饮水？是咁的，我本身咧好中意食甜品，又懒得晚上刷牙嘅人嚟嘅。上礼拜咧同男朋友出去食嘢啦，中途牙痛到顶唔顺，自己发脾气走咗先，跟住买咗支大冻水，一路行一路饮，保持口中有水嘅话咧有少少止痛作用。点知去到地铁大镬了，心谂可唔可以忍到出闸都唔饮水呢？呢一刻，我谂起火影忍者自来也有句名言，所谓嘅忍者就系忍耐一切嘅人。心如明镜止水的我入闸咧，等车到啦。望住月台嗰时间咧，板咧等咗一阵，过咗四分钟，车仲未嚟。
个嘢坏咗啊，又延迟了。依家咧，我好似东京战种啊，个金木咁啊，啱啱变咗做战种咁样，咬住自己只手指，我真系好X想饮水啊！正好有个地铁精员咧经，即系经过，我就好有礼貌咁问啦，可唔可以饮水啊？地铁职员就话：你傻噶？我就话啦，牙好痛啊，系咪饮得啊？跟住佢就冇理我走咗啦。呢啲明明有讲过，真系有需要饮水，我系问职员。而家咁即系点啊？黑人问好，我会咁问咧，系因为咧惊罚钱。何况真系有人饮水都罚过钱。之前咧啊入闸饮水咧，有个便衣警员过嚟话啦：小姐，地铁入闸后系唔俾饮食，仲要求出示身份证。最后架车终于嚟。立即咧行到车尾角落偷饮水了，劝各位记得早晚都要刷牙。啊，地铁职员点会咁答？唔知喎，有咁嘅可能啊？有咩出奇？即系嗰个可能个波板糖唔知道系咁样，或者点咧？系会有咁嘅可能性啊？咩问好问好？有咩咁难明啊？咁啊，今日都差唔多啦，明天再见，系咁先啦。咩啊？温靓根唔杀人有 P rank 啊，可以啊，我可以一只不杀啦。听日先再讲啦，系咁先啦。